捐血一地救人一命，为了血库有充足血液。罗岗西珠回家救国团复兴团委会伫咧罗岗顶岗所头前，共同举办捐血活动，邀请乡亲做伙来捐出热血，捐血助人。看到捐血车，真济民众拢停落来，做伙来比起手捂捐血帮助人。为了改善血库欠血状况，罗岗西珠回家救国团复兴团委会特别举办捐血活动，邀请民众做伙来捐血帮助人。今天哦，我们鹿港狮子会哦，介于这个鹿港真功所前的一个这个场地来办理捐血活动，希望借由这个捐血活动哈一个平台，让要捐血的朋友哈踊跃过来捐血，哦，好让那个血库稍微让那个血库哈有帮助，然后再来非常感谢哈很多赞助单位的赞助，尤其是我们那个财务长连南希先生，哦，他为了要鼓励更多的那个群众过来捐血，所以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点心，让过来捐血的一些群众朋友一个可以果腹一下。首先非常感谢我们鹿港镇镇公所许志荣镇长，他今天借由我们这个非常适合的场地啊，来给大家民众的捐血。那首先我非常感谢我们鹿港狮子会会长及我们鹿港狮子会的前室友们啊，他们鼎力的物品赞助啊，及丰富的物品啊，然后我感谢我们福星团委会的啊副会长啊总干事还有组长义工们，他们全力的啊来策划今天的一些动线及流程啊，能够说将今的一些活动做得尽善尽美，那希望说借由今天丰盛的物品，将我们去年298袋的成绩，今天能够破300袋的成绩。捐血活动民众参与非常踊跃，赛主会总干嘛特别将来关心，感谢罗岗赛主会举办捐血活动，帮助到有需要的人。非常感谢哈，我们今天由鹿港狮子会，由我们的陈延辉会长以及所有的师友，还有救国团啊，还有我们很多善一起来合办这个捐血活动。大家都知道，捐血活动是救人一命的盛事，也是我们国际狮子会主要的一个活动之一。再次感谢我们鹿港狮子会以及协办的单位，由我们陈延辉会长还有我们陈义龙理事哈，这么辛苦来合办，也感谢所有师友的参与。500的，好，500的，来，这个是500的话是2份，啊，里面有吐司，还有那个袜子，还有口罩，还有一碗香喷喷的臭麻羹，还有那个香肠，然后还有一份糖炒栗子，还有三年礼券。200块，对，两袋，对，是2袋，500cc 的，好，让你满载而归，谢谢你的爱心，谢谢你的爱心，谢谢。为了回馈民众爱心，赛主会加救国团现场嘛准备了真侪礼品甲点心，要给民众，感谢关怀民众的付出。新中华新闻，陈乐清，鹿港，彩虹报道。